Test number 7, please be ready. Ready.观众可能可以发现呢，每次在大屏幕上都出现了三个小分，实际上这就是三组裁判员不同的打分标准。第一组呢，它是动作的质量分是5分，演练分是3分，动作难度是2分，所以最后是运动员的最后得分。所以我们通过大屏幕就可以看到每一组的打分的情况。6号选手贾蓓来自中国澳门。 得分9.81分。Contestant number 6，贾瑞 from Macau, China, scored 9.81。请7号选手上场。